600 square feet 的房子，其实使用600 square feet 覆盖范围的空气净化器，够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Roxanne， 那我是一名有 chemistry 和 biology background 的空气专家。今天呢，我将给你一些 tips， 要如何去选择适合的空气净化器。那其实最主要，大家都意想不到的 tips 呢，其实有四种。那第一个，人的密度。就是你家庭里面有多少位家庭成员啦？第二个，房间的数量。第三个呢，你房子通风的程度。那最后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就是你天花板的高度啦。那这些都是一般人都会忽略到，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点啦。那通常 Malaysia standard 的这个房子的 size 呢，都是在1000到2000 square feet 之间。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，选择的空气净化器，它的覆盖范围起码要有两倍。就是大概2000 square feet 到3000 square feet， 这样才足够，这样才真正有效能够净化你房子的空气呢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买再贵的空气净化器，如果不适合的话，都是白买，也是浪费钱又浪费电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是 Roxanne， 关注我来了解更多的空气知识。